完了，我想把这个花归弄归弄的愿望又落空了。哦，这些旧的没等挪净呢，又整回新的了，新的乱。我看我就死了这份心吧，随你折腾吧，愿意咋地咋地吧。那你这一箱厨具花了没2000多块？看我收拾的，要我买那个涡轮器我没买，155块钱。就坏了管换啊？对，坏了管。坏了管修。对。看你怎么样？对，坏了就坏了，修它干啥？100多块钱。说起这涡轮器呀、啊，哎呀，还有个事，有个事儿，对，跟大伙儿讲讲这个涡轮器。这是加拿大的品牌，这是。听听中文台，听5.7，知道明天的油价、天气预报了。哎呀，可拉倒吧！你就是想买就买得了，还折柳子干啥？还听中文台？我干夏天活，我买。那车库里那个收音机不能听，我听啊。不真正车里的不能听啊！你想买这就买呗。你早上我高床头。谁也没不要你买，你说干啥就干啥。我花的钱，你老一跟我俩对，你都干夏天。还老自个解释啥呀？妈，赶明我有钱，我自个买个房子。这不跟你搁一块儿了，哎呀，一天猴子他妈都相符都一天气死了，这一屋里乱码七糟啊，全是你的东西。我看能不能收拾中文台。我有钱，我自个儿买一个小炕斗、小公寓、一室的，我自个儿屋里全是我的东西，我也不跟你惹这个气了。哎呀，我们整没有自己的房子，这不行啊。不是我的房子，被就从院里吧，开关没开呢，进左边那那是开关。我。我哥愿意听多伦多 FM 105.9。对呀、啊。FM 105.9，什么5.C？胡了，5.C 是网站。FM 105.9，多伦多新闻，华人华语广播新闻。那播音员挺好，昨天猴哥去哈、啊，嗯，还给猴哥两瓶好酒呢。我得修台阶去。给猴哥两瓶好酒啊！我想起来，你这今儿个买这个是因为昨天的也有点关系哈。突然就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我想听听那个 FM 105.9。哎，这女播音员可有才了，我还没见过。还有那个多伦多头条新闻公众号，就是他办的，一天好几条新闻，都是热点新闻。不猜，完了还整不明白了，这个真是。还有磁带，还能换磁带的？不能换磁带，就收音。那怎么还有加减呢？加减是声音大小。不是那两个箭头，那不是换磁带的吗？换磁带完了。不是，前进后退的。永远换不了磁带，就调台的这是。那搁那试试好了，让他给你整上，告诉你。你咋包装的都是？嗯，告诉你怎么用。这玩意儿不懂。哎呀，猴头条再发起什么好奇活动，让猴哥去参加就行。永远好奇，永远年轻。整明白。哎呀，没有文化就没有办法。啥都好奇。你有把一天嘟嘟我管我那时间用来学英语，一天能学好几条英语。学英语干啥呀？学英语，
占个时间呗，省他监督我管我。我跟英国人办事，跟加拿大人办事，还跟中国人办事。学不英语没用，五十多了，吃好喝好睡好休息好，这就是该办的事。学英语，你这玩意儿不买回来就整明白了吗？啊，那这个说明书啥都有，咱们不会看就完了。这是品牌，这是。上电池的吧？不是不是，是不是上电池？不是插电的呀。整明白了。充会电吧，它没有电的事，不对。这么回事儿，买手机不会用，你说这出国这给我处理。我给你这视频播出去，求助网友吧，网友都知道。给你笑死，买手机。我就给你播，我就给你播，必须得播，网友告诉你就好了，咋回事？不行，我退了去，啥回事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这加拿大的东西你不造坏的，你买完拿发票可以退的，一点也没动的。不行，上那儿问问吧，问问家长。没中国人问啥？疫情期间。行了，晚上那谁小天他们回来就告诉你。那俩孩子回来。啊，晚上让小左回来告诉你。嗯，别整了。行了，别整了。从我们这。